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坐标空间中的一个直圆锥面，顶点是 V 啊，顶点设成原点坐标，轴是 G 轴，我这是 G 轴。经平面呢与 G 轴垂直且过零点互视这一点，且与直圆锥面截出半径为三的圆，截出的话呢，截出个圆，它半径是三，已知 P 为圆上任意一点，好 ，P 是圆上任意一点，假设这一点好，求 PV 的长度 ，PV， 那这是三嘛，那这是零零互视，所以这距离是四，哦，三四五，所以 PV 是五了，哦，这 PV 哈，哦，根据 B 是定理嘛，根号多少呢？三的平方加上五的平方开根号，哎，不对，四的平方了，开根号等于五了，所以答案是五。